今天早上上班的路上差点踩到屎，吓我一跳，有够哭的。哦，我还以为你要说踩到屎，然后那一坨屎叫 never lose。不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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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533个评价，收到你的抱枕的丑狗熊狠狠的戳了鼻孔，看到你很开心，请你道歉。哎哎哎哎哎哎哎！各位小仙女，这是一个好评模板，不要看了，下面都是废话，因为本仙女很懒。你拍这什么？这什么东西？你连图片都要拷贝别人的是怎样啦？一回家发现一只丑熊躺在我床上，我马上狠狠的扁他，恨熊熊。干，这怎么看都是你放的，好不好？谢哥哥的飞人抱枕让我当标靶，他们好像很喜欢哥哥，所以我拍了张全家福，中间那一只是宠物丑狗。打开包装有一个塑胶味，哥哥应该有吸食强力胶的习惯。别乱讲话啦，这什么东西？好像哪里怪怪的哦。主播的抱枕真的好丑，不过受到我爸的高度赞赏，他说如果变成蓝骨头，4000以下一定买。什么叫蓝骨头？4000以下一定买。每当我边看着哥哥的哭脸边进入时，总会有一种仿佛在强殴哥哥的感觉，真的好罪恶又好兴奋。熊熊有够调皮的，一开封就跳上我的猫跳台，把我猫都吓死，请你道歉。干成傻小，干这妈明明就是你用的。收到之后配着水时速的直播，跟他欢乐了一整个下午，还算是在 Surfshark 环节来喽。可能有些聊天室的人会觉得，为什么我没事会接触 VPN 这种东西呢？在我们现在这个国际型社会， VPN 的用处呢，绝对是算多的。首先，你玩游戏可能用到，你追剧、看影片、看什么东西，有可能会用到。再来，你想出国玩，有些地方啊，你想要租车啊、订饭店啊，什么东西，你也有可能用到它。所以现在能够用到 VPN 的机会呢，是非常多的。如果你们透过我聊天室的优惠连结点进来的话，你们还可以获得这个 83% 的优惠跟免费获证3个月，超级划算。再来，设备让你无限制同时使用，广告恶意软体封锁器、弹窗封锁器全部帮你阻止好，绝对安全，24小时全天候支持，早上、中午、晚上、凌晨全部都可以让你使用，价格只需要甜甜的2.49美，超级便宜。只要在我的聊天室输入惊叹号 VPN， 马上机器人就会贴给你一个优惠连结，点进来马上享有这个价格。使用 NLNLP 眼服务，只能说哥哥熊抱枕真的很好用。总感觉你们使用方法好像都错误了。哥哥抱枕真的很顶，一个晚上用了10次，头上扫把拆下来也很好用，房间地板都被我扫得很干净。我妈竟然没有说他丑，不丑。熊先生你好，想请你提供所有下皮购买熊熊抱枕者，我们强烈怀疑他们都是潜在的猴痘传染者，需要立即隔离。不行不行，干这傻小啦，这鸡掰傻小啦。没有长头，只长第五个字，恨熊熊。什么东西啦，什么叫长第五个字？白痴熊得脸超肥。阿能，我的鲨鱼要吃坏肚子了，还有人在旁边冷眼旁观，素质真的好差，超优质的出货速度，下次在苏州边一定支持。去取货的时候想说箱子里怎么有声音，原来是熊熊在吹卡祖笛，原来就是你，名侦探柯南。没关系，后面看到他了。我比朋友早下单，他的有贴纸，我的没有，恨熊熊。I don't know。I don't know， 图文不符，想买泰山寄来一个丑熊，放屁啊！45000，干这也太贵了吧？干这骗钱的吧？不知道送一张给学长的话，这样告白会不会成功？如果被拒绝的话，肯定回来给复评，请阿能助我成功。OK， 加油！是，干冷静一点啊！
没必要啦，丑到连狗都会怕，有点后悔买你的抱枕。自从你来之后，都会时不时听到嗯啊呻吟声。今天又听到，决定录影成证到底发生什么事，结果就看到这一幕，这样算近期相牵吗？我家小熊都被你带坏了。OK， 不看。收到后发现他比我想象中的还要更丑，请你道歉。起床一睁眼就被他丑到，恨熊熊。你为什么要帮我戴眼罩？谢阿 B 好帅，九个月永奔。自从有了哥哥抱枕，每个寂寞的夜晚都好了，都有个冲动想把哥哥的嘴撬开，但都克制住了惨案的发生，品质非常好。每个人都应该要有拥有一颗寂寞的鸟人，更需要。谢熊班长，当我不开心的时候，我就会狠狠的把你甩到旁边去，真过瘾。谢啦。自从我买了熊哥哥抱枕后，打LOL好像都没输过，感觉有哥哥在指导我怎么打。谢丑熊的抱枕，但买两个，你等一下就知道啦、啊。我好像有看到一个很离谱的、啊。今天是我收到这颗丑东西的第一天，想到以后无数个打枪战的夜晚都要被那双丑眼斜盯着，我就想再买一颗。哥哥的肥脸真的好舒服啊！你买的不是排球哎、欸，干你排球少年哦、喔！我没日没夜看着物流，等着您的到来。没想到万恶的 Coco 只给你包一个塑胶袋，我愤怒又伤心的把你抱出来，用按摩棒给你按一按，怕你危险，还给你戴了全顶安全帽。只是你头好像太大了，是章鱼哥吗？总之我已经在晚上准备好好疼爱你了，爱熊熊。哎，熊哥，是我啦！说到你的抱枕，跟上次在实况上抽到的打包尿了。抱枕的质感让我深陷其中无法自拔。等我回过神来，上面已经沾满我对您的爱意。但打包尿就有点可惜了。原本想喝乐的说，放屁啦！看，看你啊，自导自演哦。玩了快一个月，总觉得哥哥的丑脸越来越肥了，是不是最近一直水食住，所以水肿成猪头？恨熊熊。这么说或许有点抱歉，但其实我只是想留评论才买抱枕的。毕竟又丑又臭的抱枕谁会想要？每次我的评论被哥哥用老鼠声音念出来，我的子孙也被哥哥吸引出来，仿佛身心与哥哥融为一体。这欢愉的感觉令我陶醉，成为我活下去的动力。知道你让他傻小了，妈在开屁眼派对哦！班长平常在实况中总是欺负着鸟人们，总是不务正业的各种水食术。我想我今晚再也无法耐着心中的怒火，抱歉的班长。在这漫漫长夜，换我们鸟人狠狠的进攻了。N L N L A W A， 为什么旁边有一个很奇怪的杜蕾斯？旁边怎么留有凶器？你这样会上迷案追踪哦。超好摸的，买了一定不会后悔，给你大大的赞。没关系，每天抱着大肥脸睡觉，被男友嫌弃了，恨熊熊。为什么你的抱枕看起来好像比较肥啊？熊哥，你挡住我仪表板了，请你道歉。不是啊，不要这样开车啦，不好啦。我是回阳队长。哎、欸，不行不行不行，不可以，不行不行，你是死阳队长。那一只羊队长怎么了？没怎么了，被突袭永奔了。为了 DC 贴图，只好继续订阅。哈 ？DC 贴图还要订阅我才可以用？为什么？你就知道有多黑心了。真的假的？这是互通的、喔，有这种东西？熊哥哥，你这不考虑出个挡泥板吗？先把衣服用出来啊，不急啦。好，把抖内拨一拨，再来继续我们的工作。原来这叫工作。管好你自己就好，可悲。